回州已经没希望了，跟我走吧。 你也见到了，这里满目疮痍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！启禀王妃，西门被攻破了，军士们已退入界下阻拦叛军，情势危急，请王妃暂避别处。南城如何？ 死伤惨重，宋将军和穆将军正率剩余兵力拼命死守，恐怕抵抗不了太久。庞贵，王妃，组织人手，带所有人从后门撤离。是，王妃。大家听好了。阿武，大家都听好了，跟随这位壮士，马上转移。快去！大家跟我来，转移百姓。大家跟我来，开起来。 往那边走，你也见到，叛军已经把城门攻破，再不走，真的只能等死。够了，三皇子殿下，我宁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离开。阿武，你为什么如此固执？难道我说的还不够多吗？子檀，我请你记住了，你是大成的三皇子殿下，此时此刻，你应该去守护你的子民，守卫你父皇的江山。请你不要。 临阵脱逃，贪生怕死。阿武，我贪生怕死？我从京城赶来徽州，我是为了谁？我是为了救你。我要的不是你救我一个人的性命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会爱上萧琪。你知道此刻萧琪在做什么？他浴血沙场，守卫大城，而你呢？ 你又在做什么，子檀？我从来都不想伤害你，可是我现在必须告诉你，我瞧不起你。